民国78年，一清专案，周朝先被拉咗入去绿岛坐咗5年监，政府当你哋系尿壶。目前佢系一个拥有30亿资产嘅企业家。我哋兄弟会员全国超过200万，佢就拥有38家挂羊头卖狗肉嘅赌博连锁电玩店。点解我哋唔将全国嘅帮会团结起上嚟，解散所有嘅堂口，重新组织一个新党？我周朝先保证，3年之内我哋会成为全台湾最大嘅一个党。我哋可以堂堂正正咁喺总统府度开会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和气生财，共同分取我哋政府嘅钱。你知道他们背后都有老板吗？你老母，我救你条命6000万多咩吓？但是如果今天他们连台湾都搞弯埋，我们还可以退去哪里？我要在半个钟头之内将整个台北市炒兴去。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咁你想要咩条件？系睇你可以俾到啲咩我。